这是今年最新的动画情景喜剧《快乐东西》，收视率很高，你们好好琢磨一下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黄金档的节目都会受到影响。看，这是他们的配套产品。<笑><笑>这不是比着小溪做的吗？嗯，我像，真的很像。 要是不化妆，还没那么像。啊，真的，小溪今天化妆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！哎呀，美女，整容，你娘我十月怀胎，养你26年，那一点不趁你的心啦。 你嫌我丑了？算了算了，让他自己做主吧。想整哪儿啊？鼻子，鼻子，你的鼻子长得和我一样的漂亮啊！啊！我要垫高，垫高，都这么高了，还要高到哪儿去呀？上月球去？ 只要我的眼睛能看见自己的鼻尖就行了。嗯，啊，嗯，哎，垫了鼻子你也成不了美女，猪拉长了鼻子不也就是头大象啊？哎呦，那我就一样一样都把它做了。你别费那劲儿了，人家难怪也没嫌你丑啊，小东。 小溪，我听说，他们都反对我。小溪，怎么办？我支持你。真的？我陪你去整容，谁反对你，我就跟他拼了。 南瓜，你太没骨气了。关键时刻投敌叛变，做我们家女婿，你不配。可是都是因为你们，小溪才要去整容的呀。我们怎么啦？我们不都是模样端正的主吗？15岁起。 别人都说他是五短青年，光在我面前就哭了 N 次了。啊！五短青年，住口！你整天管他叫丑丫头，再丑人家也比你强。我可没说过什么。你是他爸，这也有错？小溪走到这一步都是你们逼的。 小溪不自信的根源在哪里啊？就在这里，在他的家庭里。我要挽救他。啊啊！嗯，小溪。嗯。 哦，今天怎么不化妆了？<笑>嗯，哼，等着瞧。
手术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要是我变得比现在还丑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可是，这是我多年的梦想，我要当美女。当了美女之后，大家会更加喜欢你的。再也没有人说我丑了。阿姨，你跟我的布娃娃长得真像。你谁长得像那个丑东西呀、啊？你说我的布娃娃丑，你才丑呢！你是胖巫婆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那布娃娃比你丑多了。可是他可爱自然，所以小朋友们都喜欢他。真的。阿姨，我喜欢你笑的样子，送给你。珍惜女士，请到手术室。怎么办？南瓜给我了。珍惜女士，请到手术室。别整了，小溪。不成，我非整不可。好吧，要是做坏了，我娶你。怎么又不做了？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娃娃很可爱啊？我也这样认为。我不整容了。那我永远没机会娶你了。南瓜，你是个大笨蛋。Yeah.